伊看诶，甲高到遐尔，所以伊花一百块钱，感觉足欢喜诶，就转来。好、哦、师傅啊，你看这只石头啊，会当花卖一百块？伊师傅甲讲，明仔载咱提起黄金诶钱，也是高档诶钱，咱再来看看卖。迄百块一块尔来，一百块就花一千、一百、十万。介绍的标啊，为什么？你把啊认知啊，认知那个价值，这个介绍我看出来，有法度画介绍画过来，但是输了都未使卖掉嘛吼，所以伊就转来。咱告诉你，讲到这就好啊。迄石头到底什么市场，足重要。今日咱得到宝贵的大刀，咱真爱去。伊提到即个道伫倒位，各位姐姐，道伫倒位？就是就是啊，就是。伫遐伫心内啊，搁是伫心内。你心内有道啊，你心内有福啊，哦，你心内有福，甲道你才有法度知影讲，我要安怎流露出甲善福共款的迄种。啊！你认知到倒位，你就做到倒位。一个囡仔完全毋捌代志，你要甲伊教甲会晓，你看咱爱下偌济功夫啊，甲时间。我是捌饲过囡仔吼，毋过我看个饲囡仔真正无简单。呵呵，你囡仔歹教啊！啊，其实呢，若要教性命功夫咧，教囡仔较有简单。有无啊？圣贤在讲，教囡仔足简单。你免讲半句话，你免甲讲东，你也免甲讲西，你只要甲你家己放好好就好啊。你甲家己诶做好，行得正，哦，啊做得好，他就跟你一模一样。安尼教囡仔够简单，真简单啊！我听起来安尼讲容易啊，简单啊！我后面出咧嘴哦，啊伊就甲讲个，无咪人啊，爱安怎，无咪人爱安怎，都唔免。你真爱自由出世，你着做一个模范互伊看就是，伊就是有样学样。今日咱在心得啊吼，咱来看咱的点分书，咱的领面，咱的前面啊吼。你看伊安怎修，你头脚一定袂晓啦。你一定看咱安怎修道啊，咱安怎办道啊。哦，看久你就知影。啊，但是方向会偏咧，唔知啦吼。你看古人啊，对道理比较甚物程度，愈认知程度愈深，你的方向愈会变化。哦，迄个像咱讲个讲，修道一年，佛比较浅吼。啊，为什么三年会变去边啊？十年会放后壁？伊可能无抓着重点，毋知影倒伫家己个身躯，而伫点个出去看。哦，我嘛毋是够浅个点看，是家己伫身躯毋知影，伊可能无抓着即个重点。所以今日认知，迄、那个价值才走出来。啊，价值走出来，讲个讲吼，迄、那个平台无同啊，对不对？视野无同，定位甲价值拢无同。你徛伫悬个所在看落来，无阻碍，你个心足自然，就会看开，无啥物理由，足自然。啊，你若徛伫这边有东西砸来，那有东西砸来，那有东西砸来，当然你的心境也够好，那都无差。啊，咱心境也无够，你看砸到倒位的，心内障碍到倒位。哦，所以认知了平台甲视野甲这个定位甲价值造出来以后，
安尼你也知影讲，你也足清楚，什么是人生上该记得，好。刚才哦，有点口渴，先喝一下水，不好意思。很棒。今日来问你吼，请各位真人，什么是人生上界价值？恁感觉什么是价值？地位、权力、地位。恁要加问啊！然后你做今日咧问的时候，我先来想讲，这种这么趣味的，为什么问你来想？啊，想你来偷，啊，偷过来解答。真正一问落去，才知影讲什么上价值，互我感觉讲认真上价值。当初你咧讲，我拢有认价啊。咱来听歌，真正认价。你后天歌啊，那种地位歌啊，有成就，最后安怎人生来结束的，嘛对结束。啊，但是你认真咧。认真咧，你抓着迄个重点，你人生的创造，迄就是迄个过程，迄、那个过程诶，互你创造出来，迄、那个价值，甲赋予在他的身上，你就会觉得说哇，不简单。今日你若敢做公婆食菜，敢做食菜，但是你也无收入，你食菜迄个价值哦，差输啊，啊差到位。他吃菜就一定要收音，吃菜一定要来收音，啊收音一定要吃菜。今天不是叫你吃菜啦吼，当然恁等大家可能会有请教吼。收音一定要吃菜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物件吃菜，甲赋予在修行上面，你会发光发亮，迄、那个价值性的无同款，因为咱已经认真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你菜市买一条挂链啊，一百块尔，伊感觉对我来讲，我买一百块足够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伊拄到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啊讲，哎、欸，你一条挂链卖我一万啊，伊就想讲，我这一百块尔，你甲我买一万加买，啊，为什么伊要一万加买？伊知影这条挂链真啊假？真的啊，一百岁啊，伊一万甲买，伊咱卖十万，冇可能的，绝对赚钱嘛。伊讲你这吼、哦，那是纯金的99的啊，你这是属于古董，古董。但是咱一百岁的人，咱一百块啊，挂了足足欢喜的，咱一百岁啊，一万块。今天咱就有得啊。咱对刀呢？哦，刀足好，我知。哦，道理嘛足好个，大家人就会害，足好听个。我听一个笑话啦，讲哦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听经师傅。迄道理我听得足清楚。啊，但是呢，讲要读道理内底物件吼，佮啊，就是伫个生活内底真个无简单。无好做。啊、所以，请问各位真人，你有理想无？你有目标无？有啦，因为你要家己定个足悬悬的，哦，迄我做袂到啊。啊，你毋知影讲咧，道理其实伫理想当中。哦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真个甲假的，你有清楚啊？安尼，迄、那个假的甲真正会走袂出。哦，所以。我感觉讲，今为甚物咱会当坐在遮？恁有想过？我毋知影各位想过无啦吼？第二咱准备这个地时，我感觉讲对诶。为甚物我会当坐在遮？而且，迄椅仔都无满诶，坐无满你看。啊，外口足侪人无？有哦。吼，一堆拢人诶。我咧一个前面咧讲个讲，要去度人，满街拢是人，但是咧无一个甲我有缘个，
倒袂来啦，哦，啊是咱倒袂来，还是伊无的？有想过这个问题无？是伊无的，还是咱倒袂来？哦，这个去想的，哦，所以迄、那个根基个组织训练无够，就是无，就是无。所以咱过去就是把家己买一张保险。所以保险希望我后世人会个更加好个。咱过去买一张保险呢，今日个咱坐个只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迄老师讲啊，讲咱今日咱去就倒啊，做三世人个好人呢，善人呢。过去咱就做三世人，你看，迄师傅讲个啊，是咱讲个。安尼你看，你过去买张保险有好，嗯，足好个，佮继续延续到安尼个，迄二月份看去马来西亚，啊有一个道亲啊，伊一来就问经理啊，经理啊，啊我吼要安保持后世人佮身体好，才有钱个对无，才有福报啦。个道亲进来就讲一句啦，啊！我边边遐坐，我伫想，啊！即若我答袂了，怎答？哦，最后因为去向我，我若该坐的时阵，我就往这个问题甲问咧，请问啊吼，你即摆福报啊，啊对来个啦？讲伊的福报按对来，报喜，啊，报喜，是不是前世带来的？嗯，报喜，对啊，迄就是你过去念来，甲今日的福报啊，啊，你后世人要想要这样福报，你得继续的啊，造福，甚至你要去找福的根源，福根源应该是倒来对啊，迄是你的根本啊。造福是因为你有找到根本，你才有迄个福报。你若家己有造福，有一间福会安怎？永远在赚钱啊！钱赚会了，啊，钱也用会了。啊，你若无一定有迄个重点的时候，你一赚钱，赚啊，啊，钱安怎？伊伫讲哦，吼，这个人我都无介意，我要留伫伊个边啊。迄钱哦，是块我的钱钱怎样？飞了。迄铁柱你呾呾打过无啊？伊伊个钱钱飞去啊！今日我个钱又飞去，有念着重点哦。所以认真足重要，真假嘛看清楚。啊无，真正。足可惜，所以咱过去买一张保险，今日改成一只红一只，要来去参继续的啊，继续嘛吼。所以知影真甲假以后，认真以后，咱来重新整理、重新调整咱的方向啊。认真了爱调整方向，哦，重新。定心调整人生的方向，老师就甲你讲啊，道义啊，一定爱信家己的根基啊。安尼才袂讲质疑讲，哦，这个道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？哦，你家己种的因，过去点的种子，今仔日来收成的。过去若无做三世人的好人善人，今仔日我都得有道。这一点一滴拢无多，减的，到遐就到遐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哦，多余的一定要确定家己的因缘啊，方袂可惜。咱上界好的，就是伊拄着命书，拄着咱的因书、报书。这是咱这世人上界好的这贵，伊甲你引入来，
修行的路，要让你解脱生死。啊，你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今天咱钓明书的字啦，你要怎去甲看这项代志？所以伊就讲，伊讲呢，有一个老太太，有两个囝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一个囝迄个水堵死啊，人就来讲啦，哎呀，好伊人啊，恁囝迄个水淹死啊，啊，伊就吐一个大气啦，哦，你个办后事，佮过无偌久呢？伊另外一个囝出游泳的，嘛有水安那淹死。哦，这时阵安那，伊安尼嚎啕大哭啊，嚎甲安尼冻袂住啊。啊嘛是爱去甲办流苏，啊办了就甲问啊，这两个囝是毋是有一个是亲生啊，啊一个是安那抱来啊？伊讲无啊。这两个我生啊，迄个要游泳的吼，伊应该知影讲，迄个所在水深唔通去啦。但是伊有水淹死，讲甲歹听叫哪，该死啦。哦，啊，迄个要游泳的，嘛有水堵死啊，无该死，啊嘛爱死，所以我好小心。今天日，咱得了道啊，上了这台法船，搁这台法船呢，要解开往西方，伫这个过程，会咱离苦得乐，改变命运。但是呢，咱会感觉讲好，这个法船哦，无好啊。我也是感觉这个世间较好啊，这个苦海较好啊，你搁安怎，搁甲跳过？所以呢，伊个祖师啊，伊就讲啊，哎呀，这众生足可爱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放一条长线，哦，你伫个苦海咧无事啊，迄条线啊扭掉个，迄条线你啊天边咧扭线，啊你甲扭掉个，我你苦海我伫个船顶，有一天呢，时间到了啊，所以来收着，时间到吼，所以呢，今日呢。因为咱具备这种条件，咱是要按唔对甲对，一开始得到道以后，接受道场，慢慢你这个思想因为道理，慢慢你改变你的想法，按对要搁较好。哦，时间的经过，时间久长，你变化气质。人看到咱拢无共款，人当然讲啊，讲哦，我这个人看足善良个呢。哦，请各位前面，你捌落道去求道无？你请教以后啊，讲伊就是足够个，够有人来道理无？感觉啊，人有看到你讲哦，我比人个足善良个，我带你来求道，干安尼？哦，有个人有安尼，真正哦，不能讲用写别人的，你散发出来的气质，互人感受的讲，咦，这个一定足善良的，这个一定足好的，哦，唔捌你的人啦吼，啊，若捌你的人就知影啦，哦，所以既然调整到这个人生的方向，咱就爱嘛。好好啊，来生活，江叔啊，我敢无好啊生活？有啦，每一个人生活拢无共款。有个人行伫个空中的大道啊，啊有个行死亡的界线。请问这个社会内底够行着路的？有啦，吼、哦，若要甲砍伊，咱砍袂转来啊，哦。唔是咱无爱无爱求啊，哦，所以有足侪人做唔到代志，啊嘛有足侪人来做，
足好个代志。迄善良个甲恶个足分判足清楚哦。所以呢，好好啊生活，有一天呢，这一个太太啊吼，就来问潮州禅师啊，伊就讲，伊讲吼，禅师啊，阮迄女人啊吼，业足重个啦。啊，禅师讲安怎讲？伊就讲吼，我做左边啊，我是大人管。我做小姐呢，吼、哦，嫁人互阮先生管。啊，我兜呢，我的囡仔搁要管我嘞。伊就安尼讲啦吼，啊，这小叔就讲，哎呀，我甲你无同款的想法啦，吼、哦，迄女孩子是上界幸福的，做左囡仔是大人上。嫁做小姐呢，足济查甫拢要来追求啊。做妈妈呢，囡仔拢要找妈妈，无爱找爸爸。哦，啊，为什么伊要来讲这個？伊讲会用迄个专念嘛吼。啊，我互我要想的讲，因为咱有一个灵敏的角色，转动迄个灵敏的角色来应对。咱人就是自找麻烦，自寻烦恼。人拢会安尼呢？你知影我甲会安尼？咱若讲伊有甲有法来讲啊吼，迄个八识殿中内底啊吼，有唱啥物？唱迄摆迄烦恼的经济啊，哦啊麻烦啊，伊就足自然要去甲伊体会过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今日去。你的灵敏的角色，你也无甲转叮当，你甲你想歹个，安尼，你的心内底，你的心境，就迄个环境甲伊缩掉。哦，我就是遮个歹命，哦，我就是吼业重啊，大家人拢要管我，毋知影人关心你，毋知影人拢爱你，转变过。所以今日咱听道理。讲专业，专业无简单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搁来讲呢，有人问潮州禅师啊，什么是佛法？啊，什么呢？要怎修行？换我来问各位啊，吼，啊，佛法是啥物？啊，要怎修行？你到时要这个问题，啊！这潮州禅师有足古锥咧，伊讲吼，我即摆无闲，我要来厕所。人咧甲问佛法啦吼，人咧甲问我要来修行，伊讲我即摆无闲。啊，行到一半，伊点起来停下来讲，你看，连这个代志都我爱甲你不答去。啊，各位听到这個，那有什么想法？佛要了解佛无困难，要修行无困难，但是上困难的就是你有想要甲伊来无，还是你甲伊要听呢？迄甲伊来甲听是无共款的。吼、哦，你听，你去听讲吼。今日出钱，我就是要来教你安怎赚钱。哦，讲到天花乱坠啊！请问你听了以后，按行序要开始安怎？安怎？开始要想办法赚钱啦！哦，实践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道理听这么济，按这个行序要安怎？我嘛是爱来实践。所以听一半钟，甲蔡经理讲半点钟、两点钟，奈济啊，我无要求啊，一句就好啊。
一句话，你照这句去来实践，这多位来给你用照这句来做。后过你过来的时阵，你会你来看，人会从你的身躯看，真正无同。啊，为什么无同？虽然一句一句尔，敢有可能无同？有无同？因为你用100%的心理去顾定关，迄个是讲你去听一遍，我要哪赚钱？你敢去想？我一定用这个方法去赚钱。福报无够尔啦，无绝对赚有啦。这道理够同款，同迄啦，同一粒心嘛吼，到底两粒心无啊？一点尔，哦。所以今日要了解一切拢足简单嘞，但是要做的是上困难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就是啥？你有认知到倒位，你认感觉价值伫倒位，你会足重个把迄个当放伊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个过去啊，迄个东调一个叫李明珠的，啊有一天呢，伊拄到一个导师啊。这个导师呢，就甲讲啊，看你的命格啊，吼，看你这个相，你若对我来修行，一世人修啊，成神仙，嘿，咱个袂对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尾下要讲但是啦，吼、哦。你若无要修行吼，你来做20年太平的宰相，请各位，咱来选对一项。有时间选了3天呢，3天了，你才甲人家讲。啊，迄若换做咱，咱就选对一个。哦，你最好选什么？宰相，宰相啊，做20年的宰相，太平的宰相呢。啊，这20年哦。伊入去迄个环境内底啊，你用迄个环境塑造的，伊用在想啊，想啥物？我要安怎来害啊？啊，入去迄一间咧房间叫偃月塔，啊，伊就想哦，想咧计谋啊，要甲害啊，想了笑伊行出来。所以啊，就讲一句话，叫苦密，苦见，笑里藏刀，就是形容伊啊。所以20年了，伊就做尽歹事，讲后世人要修行到可能，无啊啦，即摆就去轮回啊，三代七代牛，即十岁了，佮伊出世做个水族个林族个种个鱼啊，永不超生。今日人甲你讲啊吼，你若来得到呢，以后会去倒位？天堂啊，去西方啊，有安尼听无？有啦吼，啊你有相信无？有啦，无相信你也坐迄只，好你相信的，我死人来死，我就会信啊。你敢有专心专意拼你求天的事业？无啦，你嘛是半时间来听道理呢，你嘛半时间呢来服务呢，你又半时间去度人救人呢？这项工作，你当作啥？你一世人的工作要做呢？哦，所以呢，一世人都安怎艰苦一定会过，但是一世人你点点滴滴的累积。迄、那个功德嘛，永远是低的，哦，所以能够好好生活，这个心甲卦，能听到什么部分啊？银深度，好日子过了真正好，哦，后天的生活要好，除了你过去念的经济福报以外。一定要做善事，
一定上好对咱来修行，安尼后天真正解顺啊。咱来讲哦，伊有足好个生活，一顺，一顺就真正伊多在哦，走好路，找这弯路啊，互人生行得真贵啊，珍贵啊。所以咱的人生是要是一个底蕴，还是一个弯啊？大家人咧讲，讲我要底蕴啊，什么弯啊？但是呢？这个走火路，你今天若要踏入修行的路，确实人生是苦，99%，消灭过了吼。所以能够人生路，吼、哦，要知影讲安怎生活，一定爱有一个解困的意义，学的精神，恶的精神。依然大家有一个阿伯啊，伊八伊七十岁，甲开始读高职，伊是日本时代啊，开始读到国小的。啊，但伊到70岁时阵，伊拄啊向我讲：“哦，我一定要来读册。”84岁，甲伊孙讲：“我要甲伊赶快来考大学，读大学。”伊孙讲。高你啊，84岁啊，考大学考会了，考四届，甲调大学。哦。哦。啊，读大学读到91岁才毕业。哦。伊来大学。哦。恶的精气，这个。